既然你是亲手把陈少元杀落去山坎，那呢你搁看到伊，好好无代志，徛在你的面头前，敢讲你拢无去怀疑？我哪有可能无去怀疑？如今的陈少元，搁较早差搁想过济啊，就连客户都有发现啊，伊都晓得阮的怀疑，我着去验 DNA。可能发现，这卖地素丸根本就不是客白查某囝。我怪伊伫个找我麻烦，原来伊出来发现我不是地素丸，所以你敢有甲恁个客白讲？当然啦，我哪有可能让这个？不知道是生是鬼的假查某囝，甲客户交心。这不知道倒位来的查某，甲万代阮爸甲死死死，伊一定无安好心。我一定保护客户，我绝对袂让伊有机会去伤害客户。所以恁已经计划好啊，变作退户，万代阮甲假的地所完。恁用什么款的手段？我实在就好奇的。客户拍算，张书记，你紧讲啊！电话还没讲完呢，张大爷，我是金玉啦。啊，我疗程提早作煞，所以过来看你一下。啊，请问诶，阮妈敢有伫咧内底？我敢会当入去啊？静瑶哪会这么紧就出来？小姐，你疗程拢做好啊？是啊，我提早结束啊。阿姨找阮妈的时阵哦，看伊无伫个诊疗室内底，所以我想讲，先过来看妈一下状况诶。哦，因为万太太吼，佫可以做几项消脂针的治疗，所以伊转去别间治疗室啊。哦，花时间应该差不多要结束啊。张大爷，你真醒了啊！来，我扶你起来。啊，你现在感觉啥款？我那感觉我头晕晕的。哦，迄镇定剂的作用啦，连咪都袂啊啦。啊无，我先带恁来休息室吃点心，小等下问太太也是做好势，我再请伊过去找恁。好啊，我再麻烦你。这边请。哪里讲起来，郑少金就是当当年的张宝庆，妈都一张天牌，都信得我。你总算讲出来啊！当当年，伊叫张宝庆，我四界找拢找无人。原来，伊是比较电视部遐去啊。无怪一看到我迄个感想，都充满了怨恨，袂输要搞拆一个老爸同款。是嘛？我总算是了解啊。是讲，我是一个啉血的杀人凶手，敢讲你一点仔都无要紧。咱即摆已经伫咧共一只船啊，就算你卖七百家的门，我阁会通安怎？现在想法重要的是，李清波回来台湾之前，张雪清就已经用过我的 DNA 了。
地清部早就知影，我这地锁完是假。对了，宋林浩，结果你的种作气，还做回处理。你总算回到正常了。在毕业时阵，我跟着钟少卿刚好就订一个会啊，团圆啊。这一切都是黑店情报看心的。那你宋凌峰一定趁这个机会去摸地情报的大腿，所以咱嘛要找机会去甲地情报甲宋凌峰定掉的。是啊，等出钱做回来。啊，那无，咱强家喊大门都无道理去。有重要滴个，等讲的话，地震爆嘛较听得见。咱一定要赶紧找到机会，把钟少卿还是地锁完这条来拍出去，才会当改变即马对咱不利的局势。林凤姐啊，你是足好命嘞！啊，你一世人哦，毋捌上过班，阁遮尔啊有才华。林刚，你若是有时间，敢会当教我调烹？当然嘛好啊！阿花弟，我平常时嘛因无代志做啊。林凤姐啊，多谢你啊！这拍什么？是安怎样？无啦，可能是年岁大吼，而且受伤哦较歹好啦，啊都顶个。啊，唔知影安怎，无代无志昏倒伫个迄个台肉场啊！啊，遐有着甲煞庆去救啊，迄个啊，我去摔着啦！啊，可能是伫个现场哦，伤过紧张，啊，啥物都唔知影。啊，转去了啊，才发现，哇，我伊规身躯哦，拢安尼乌青嘞！啊，到即马哦，还袂好啦！歹势歹势！啊，迄个哦，我有听前个讲过啦，是足恐怖的呢。到底是谁遐尼啊歹心要害林凤姐啊？这我嘛唔知呢。啊，迄个时阵，地当甲静玉都问过我啊。啊，不过我实在想袂出来有啥物人要害我呢。哎，对啊，静玉啊，你迄个时阵讲吼，你会去遐是因为啊，你看到雪清洋洋公公安走过去，啊，所以你才得意嘛，对不？那是讲，你是伫个倒位看到煞庆的呀？啊？其实迄天是我骗恁的啦。啊！迄天哦，我就想讲要回去看阮爸妈啦。啊，因两个都无伫个啊，所以我就甲因定位啊，对伊到台北场遐去。啊，毋只遮尔拄啊好，拄到林凤阿姨出代志啦。所以，安尼讲起来，迄天恁两个伫个台北场，啊，恁两个去台北场是不爽啊？啊，代志就是遐尼拄好，迄天我甲曹远拄好有一台车要去台北场报废啦。啊，谁知影阮前脚才离开，后脚就出代志，啊，实在有够惊人个呢。敢真正遮尼拄好？待会恁。同一个时间出现在同一个台北场的道理啦。爸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啦。啊，假使你若不相信哦，你当调附近的监视画面出来看。还佫有，我甲台北场头家报废车单。应该是因为我闻到阮妈的香水味，啊，所以我唔才后壁联想，唔才讲白贼啦。唉，真正是我唔对啦，讲。你若要接病哦，你接病我啦。静瑶啊，是袂讲白插你啦。连你拢伫怀疑你的爸爸妈妈，所以这个代志确实是怪怪吼。敢会是有人要报仇，找唔到人啊？哎呀，亏得我即马人也无代志啊，这可能是一场意外啦。你哦，就是神经啊，想过大条啦，事出必有因。你看啦，都有人啊，这么粗残啊，想要害你啊，这表示啊，一定有原因的。
啊，一届无成，一定有后届。我看你也是较细腻嘞，我呢，你搬来啊，我才大，我才叫你有滴个血清来保护你。都跟你讲，我无代志，你莫遮尔啊紧张啦。啊，是讲哦，我若搬过来遮，逐天会当跟你开讲，我是真欢喜的。啊，不过即卖时机哦，怪怪的啊。哎呀，你就甲素媛啊，细汉的时阵同款啊，素媛啊。就是对人啊，拢无戒心啦，啊，心内啊有啥都讲啥，啊，才会拄到小人耽误将士。爸，我细汉时阵个性较单纯，后来就乖啊，总袂用个一世人拢遐尔单纯嘛。人的个性啊是袂变的啦，你啊就是变了太侪啊啦。素媛，你敢还记得细汉的时阵啊？你什么代志啊？你拢爱甲管条条。爸爸若心情歹啊，我就想要吃饭。啊，你就嫌啊，我迄个薰水迄个味啊，伤过臭，一直叫我戒薰，啊，佫将我的薰水啊藏起来。啊，即马几十年过去。我到即马哦，迄、那个薰吹我都找无啦。爸，我之前我失去记忆，我嘛袂记哩啊。搁再讲，遐尔久的代志，我得较早就已经淡掉啊。哎，无可能啊！素媛啊，真够唱物件，而且伊搁知影，我上喜欢啊，迄支啊古董的薰吹。所以啊，伊是甲我唱好耍的，绝对袂甲我断掉。子彤，你有带那个美容剪刀不？有啊。阿婷啊，你是在创啥？婷啊，你看，这把重新剃过，啊，敢会当拆掉哈？哦，你拆，你拆。就是这，我伫顶头坐遐侪年啊，我拢唔知影薰水藏伫遐，我规厝内底我拢找无。你来知影，你给他藏伫遐。我唔知影啦，我就是讲，恁咧讲的时阵，我就咧想啊，啊，这应该是藏伫。你坐这个位的这附近啊，这就是素媛会藏物件的所在。你足规整的，足厉害的，足够藏物件。